各位 Supermoto A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每周聊新闻的单元。这个礼拜不是我看这个画面都觉得我自己看起来都变黑了，你知道吗？真的难过，夏天到了，本来就很黑了，没有变更黑了。你不是连去那个车站买票都会被人家用英文是吧？就不要讲这个，气死我了。反正呢，我觉得就今天如果大家在看影片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过去这两个礼拜有蛮多新车的试乘影片，像是有 PGO 的 TIG、Suzuki 的 GSX8S， 还有一个倍耐力全新大闪电 V4 的一个试胎体验的活动影片。所以大家如果还没看过这些影片的话，欢迎点击我们这个 YouTube 频道来回顾一下过往这些非常精彩的发表会。那我觉得也顺便闲聊一下好了。你知道倍耐力的这个大闪电发表会啊，就办在大鹏湾赛车场。哇、哦，好久没去了大鹏湾。对，就是那个传说中前阵子被人家讲说，不开放二轮进去跑的那个大鹏湾啦，对对对，那这次呢，我们也实际在里面就是晃了一下，怀念的大鹏湾，是，那会发现说其实蛮多的硬体配备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整理，像我觉得我自己最在意的，不好意思，他们厕所目前还在整修当中，所以整个 P 区是没有厕所的，这一点对我那你要怎么办？走出去？他们没有，他们主办单位旁边设了一排流动厕所，流动厕所，对，有流动厕所，可是你也知道，流动厕所你使用久了之后，你可能到了下午之后，那个环境就不是那么的理想哦。对对对，如果你有一个标准的厕所，我觉得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啦，这是稍微可惜一些。那另外在赛道的部分呢，这个柏油的部分，听说啊，听他们有一些人试乘讲说，那个柏油的颗粒可能比较久没有用了，所以上面有一些碎石，还需要大家再清理一下，可能还要再有一点时间。不过我觉得整体上来说，整个赛道还是非常令人期待的。是，没有错。我觉得就是之后如果还有其他类似的活动，应该会有更多的机会，甚至像这种赛道日开始有在举办的话，应该就会大家有更多机会。对，那主办单位他们也有说，就是未来这个场地会就尽量把它整修到恢复以前的水准，所以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就期待这个南部的赛车场再度回归啦。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本周热门新闻第三名吧。Just too quick for it, peeling off like the whip orange. Seen the effort is piss poor. I got too much, I gotta tend to. Car payments and the rent due. Told y'all that I'm 6 foot, but with the money stepping, I'm 10'2. Too much that I've been through, so I put it all in that rear view. 本周热门新闻第三名 ，KTM 890 SMT 海外发表。这个车其实我自己还蛮意外的，因为在发表之后，网络上的讨论度其实还蛮热烈，大家就好像很期待这台新车即将引进这样。不过我觉得就大家可能对 SMT 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有一点不是那么理解，所以我们可能要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SMT 究竟跟他们家里面的 Duke 还有他们的 Adventure 车型有什么不一样。其实 SMT 就是 Super Moto Touring 的意思，就这样而已。那其实如果你对 KTM 他们之前的车系有认识的话， SMT 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在 KTM 的品牌的旗下车，没错，他们在那个990的时期就有出过这样子的车款，是是，而且记得当年还有这个标准版跟 R 版，看起来就蛮热血的。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他这一次的这个造型有点介于就是 Adventure 跟 Duke 之间，他就是把 Adventure 的外形，然后换上 Duke 的轮框跟一些造型设定，是，然后把它组成一台有点像这种滑胎风格，然后又有一点鸟嘴的滑胎风格的车款。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外形的部分。好，首先它依然有这个非常 KTM 的外观设计，像是车头你可以看到招牌的变形重头灯，是。那另外在车身侧面还有车尾的部分呢，都用上大量的这种塑料件，营造出他们那种有点越野、有一点滑胎车感觉。你看他们家过往，你去看他们家的街车，都是有这种非常强烈的气息所存在。那另外呢，我觉得如果你要讲比较 adventure 的意味的地方，就在它前面车头的部分，它前面弄上一个越野的高突出，一个鸟嘴的设计。那另外呢，我觉得特别一提的是它的油箱设计非常的有趣哦。像我们如果看过往 Duke 的油箱，就是在传统这个运动街车，就是在肚子前面宽这样子。对对对，不过这次在 SMT 上面，它要把这个油箱延伸到两侧，就跟他们家 adventure 一样。对，可是他们家 Adventure 的油箱延伸到两侧的车体下方。对对对对。不过这次在 SMT， 它大概就是延伸到你膝盖前方的这个位置，稍微高一点。其实我觉得它这一次的油箱有一点像是，也是卡在 Duke 跟这个 Adventure 中间。对，它上面其实看起来比较像 Adventure 的造型，就是它一个比较高、比较高的感觉。对，然后但是它两侧又有一点点，就是像那个 Duke 那种有点让你可以腿夹比较好夹的那种设计，然后再加上它下面又稍微往下延伸到一半，是大概在引擎一半的位置的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当然之前他们有特别在还没有发表之前，对，有一些外面有去分析说，他们之所以不做到像那个 Adventure 那么低，是就是为了让它在这个左右倾倒，因为你毕竟这车悬吊的行程比较长，你要在山路上面，你要在翻的时候，它还是要有一点就是灵活性，灵活性，所以要把它稍微提上来一点。哦，了解。然后我觉得像你刚才讲它的这个ADV 的外观传承，它除了就是在前面的鸟嘴之外，对，很明显它那个头灯也是直接用这个890 ADV 上面那一颗，并且它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整流罩的这个，对对对，小
风镜。哦，这一点我要特别讲一下，因为他们特别强调 SMT 嘛，你刚刚讲 Touring 的感觉，所以他前面这个小风镜可以让你，他们官方有讲哦，就是让你在骑这个车输赢之后，你要回家的路上，哎，这个小风镜可以帮你抵挡风压。但我觉得他用这个灯，我觉得个人有点可惜啊，因为我还是觉得 Duke 的那个比较往前的那个感觉的，就是那种獠牙感的造型稍微帅一点。哦，了解。所以如果他可以换上那颗灯的话，我觉得整个车头看起来的那种杀尖锐感，对，它会看起来比较杀一点。他换上这一个，目前看起来有一点就是呆滞，给我一种呆滞，太斯文了。对，太斯文，比较呆呆的这种感觉。是。好，那在动力平台部分呢，它其实使用就是这个 KTM 的890的平台，使用的引擎呢就是 LC8C 这颗并列双缸引擎，最大马力是105匹，最大扭力是100牛顿米，那搭配的是一颗15.8公升的油箱。那悬吊部分呢，使用的是前面 WAPEX43 新的前叉，那具备有压缩跟回弹可调。那后面呢，一样是 WPE 的中置避震，有预载跟回弹可调。前后的行程呢，都来到180mm。那轮胎部分则是配上了前后17寸的轮框。对，那因为它这个悬吊加高，如果跟 Duke 车型相比的话，因为它悬吊加高，然后虽然它换上了17寸的轮胎，不过它的座高依然来到860mm。是真的是非常的霸气。是是是。那我们刚才忘记讲，它刹车部分呢，前面是使用这个双辐射卡钳配上320mm的碟盘，那后面呢也是双活塞卡钳配上260mm的碟盘，那重量呢只有194公斤。哇，194公斤真的很轻。你看，像我们前阵子介绍的那个 Suzuki GS 一个 8S， 对对对，202公斤嘛，我记得。对，哇，你看 KTM 真的还是正统的 KTM， 哎，还是比较轻，还是比较轻盈。那在电控啊，还有这个配备方面，其实它基本上也就是照搬这个890 ADVR 的这一套。是。是它一样有这种3+1的这个选择，可以选择的骑乘模式，然后还有循迹系统啊、弯道 ABS， 还有 Super Moto ABS 的功能。哇，然后另外啊，你也可以选配啊，像是进退档快排啊、定速巡航这类非常浮夸的这种电控配备。是。那当然，它也标配一个 KTM 当家非常招牌的这种全彩 TFT 仪表。然后再加上，我觉得KTM 他们那个把手的控制按键真的设计的非常的好用。对。所以我觉得整台车呢，你在骑乘上应该是相当有乐趣，那使用上呢也会蛮快乐。我觉得这车真的还蛮适合，就是如果你喜欢像那种调性的，他可能喜欢这种长行程悬吊带来给你那种舒服的感觉的，就是那种你刹车之后会沉下去，然后对，在然后你过弯的时候，它是很轻松就可以压进去。对，其实不得不说啦，我们之前骑过像是F Car Twin 也好，或者是 V Storm 这种车也好，对，在山路上面它真的是另外有一番玩味。哦，我觉得你比较熟悉的应该是 V Storm 的那感觉会比较类似。那其实我还有骑过另外一款车，那时候你没骑到，Honda 的 NT 1000E 嘛，哇，就是改了前后17寸的 F Car Twin， 那车真的是非常的好骑。对，那个稳定感跟那个自由的感觉，那再加上它长行程悬吊那种你在旅游的时候的舒适感，真的很加分。对，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因为其实台湾人说真的对这种 ADV 车款接受度还是真的比较没有那么高。嗯，但我觉得未来如果有更多像这种 SMT 这种车，它看起来有点这样街车那种帅，对，然后再结合这种长行程悬吊的这种舒适感，嗯，应该会慢慢有越来越多人爱上这种车子。而且我觉得前后17寸的轮框应该对于大家的接受度会比较高一点。毕竟说真的，你以前那什么前21后18。后19或前19后17，而且那个21寸的轮胎看起来都超细。你要去找，不止视觉上没那么霸气，你去找轮胎的时候其实也是蛮麻烦。哦，没错。然后价格上面又选择又比较少，价格就相对来说比较高。对，那这个17寸你就有很多选择嘛。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未来想要找一台就是你长途旅行非常舒服，对，但是呢你又不想牺牲任何的骑乘乐趣的话，我觉得KTM 做出来的东西应该只有好玩吧，应该不会很无聊吧？就怕它太爆，你骑到最后还是很累。哦，对，就怕它太傻，骑完就是哦。但我比如说我骑过89 ADV 啊。从台北骑回台中过一次，对对对，哦，那真的很舒服，而且超级那个长行程的悬吊，我那天还是就是天气状况不太好，就是有下雨啊，有什么，哇，完全没有任何压力，哎，真是非常的舒服。像我现在车子没有风镜，你要叫我骑长途的，嗯，我要先想一下，有点累。这真的比骑我自己的这个 SD650还要舒服。那其实呢，如果你喜欢这台车的话，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安东贸易它其实有正式宣布说890 SMT 将会在未来引进，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立刻开始存钱，然后到时候它引进之后直接就下单了，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是，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本周热门新闻第二名吧。本周热门新闻第二名，人生最后一台 Toyota 电动三轮车 C Plus Work S。人生最后一台 Toyota，啊，你确定你这个标题是可以的吗？可以，啊。你这个等一下和泰的公关会打电话来。他们这个 C Plus Work 车，这个电动三轮车系列其实已经做蛮久了。这个其实就真的，我觉得你讲的完全正确，就是它就是人生最后一台，因为他们自己在官方宣传里面都说他们是要针对，因为你知道日本的高龄化问题还蛮严重的，他们已经进入到超高龄化社会，其实台湾也差不多了，对，台湾也差不多。那他们为了要面对，其实日本他们很多不管在政府啊，或者是各种这种企业方面，他们其实推出很多这种针对老人未来的生活的一些设计的产品也好，或者是一些制度也好，是。
他们算是相对来说设计的比较思考的比较周全，他们也算走了比较前面。对，因为你看他们很多，像我之前看过他们很多特殊的福祉车，他们不只是像我们后面大部分都是直接轮椅推到后面。对啊对啊，那你可能你要买一台很大台，但日本他们有很多地方是开那种 K 卡，是他们甚至有 K 卡是可以改装成就是那个座椅会凸出来、座椅会旋转的那种，对，会旋转，然后甚至会伸出来，有啊，我记得你的老人，我记得那个以前什么浪士姐好像有做过这样子的东西。对，我觉得那个就是他们在日本，他们在造车或者是他们在设计思维上面，他们真是走比较前。对啊，不像台湾了，就把那人行道全部铲掉，管你去死。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他们其实 Toyota 推出这个 C Plus Work 系列已经蛮久了。嗯，它在之前还有 C Plus Work T， 那这一次最新的呢，则是 C Plus Work S， 这是他们这个 C Plus 系列里面的第二项产品。嗯，那根据他们日本目前啊，就是定的交通法规，你要是在路上开这个，你可以被视为行人。哎呦，哦，所以代表说你这就是走正常人行道什么的都是 OK 的。哦，那反观台湾，你骑个电动滑板车就会被，哎，算了算了，不说了。对啊，我是不懂电动滑板车跟 U Bike 有什么不一样啊？对啊，算了，好，继续。对，好，那基本上来说，它这台车的一些硬体规格，因为它就是比较新的嘛，所以它最高速只有6公里每小时，就时速六，好吧，六公里好像有一点点 慢的。但对于那种长辈来说，其实它如果只是要出去代步用，它其实不需要太快了。那它有一个特点是它的回转半径非常小，不到1公尺，它只有0.95。哦，而且我觉得它比较特别，是大家如果想到这种长辈用的代步车，如果你在台湾，你可能会想到四个轮胎搭配猪肝红配色，上面还有一个那个帆布车顶的。帆布顶棚的，对对对，那个车呢，它整体看起来就比较笨重一点。不过这次看 Toyota 的这个，它是采用前一轮后两轮的设计，有一点点像是在骑脚踏车的感觉。对对，所以它的回转半径应该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设计，可以让它缩短到非常短。是，那另外呢，它在这个续航力表现上面，我想这应该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它续航力只有12公里，那充电如果你是用一般的这种110，台湾是110V的充电插座的话，要2.5个小时就可以充满。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续航力应该蛮够用的，毕竟大家要幻想一下，如果你骑着一台时速只有6公里的交通载具，你应该是不会把它骑去什么跨县市。六公里，你要全部把它用完，等于你要骑多少？两个小时，应该不会想骑着车骑两个小时吧？哦，这个天气应该会中暑。这应该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日本的像他们的地铁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就是那种什么火车之类的，能不能就是骑着这个进去？好，我觉得基本上这个车我们应该已经介绍的差不多，对不对？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哦，有啦，再讲一下好了。它这个仪表板的部分，它采用一个数位显示的方式，对，那数位单色还有电池的电量啊，还有一点简单的时速，虽然它只有六公里，可是还是有时速显示给你。那并且、还有一些像是喇叭啊、车灯之类的功能，非常的基础。好，那这台车介绍完了，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骑过刚刚我讲的猪肝红四个轮胎的电动代步车？应该这台有，你有骑过吗？正常应该是没有了。哎、我骑过，因为我阿妈就有一台。不正常，没有谁会骑阿妈的电动车出门啊？啊，有时候你开车去阿妈家，哎、你要出去买，那就走路就好了、啊，走路不是你阿妈不方便走路。我跟你讲，我阿妈那个电动代步车来，根据我用手机来检视的话，我最高时速可以到时速18公里。然后它也有方向灯，不过呢，那个车的底盘非常的烂。那个车你只要过人孔盖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底盘这样子在扭曲，它会前后扭，然后前后走不同方向扭。对，很适合做越野车。然后那个顶棚架子会发出一些很大的声响。那大家可能想说，我是不是车太老？不好意思，我骑的那个时候是我阿妈刚买新车的，大概第一个月。是。对，那个车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想说，为什么你要给长辈骑这种东西，或长辈为什么会需要这样子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很危险啊，骑在路上不方便。可是我们那边就是我们住那乡下的地方，如果你不骑这个，你就真的出不了门。离我阿嬷家最近的公车站走路要走半小时，公车1个小时1班。哇，你是住在山虐待老人吗？没有啊，是虐待老人吗？就很远啊。对啊，那你阿嬷骑那个到公车站之后，他怎么办？哦，没有啊，我阿嬷不会骑那个去公车站，我阿嬷只会骑那个去剪头发，跟去巷口的杂货店大概距离大概200公尺的杂货店，有时候买个蛋啊，买个什么油啊，买个酱油，就这样。而且我跟你讲，我阿嬷那个电动代步车还是可以双载，比 Toyota 这台还高级。我阿嬷那个椅垫非常长，它可以。那原厂有设计可以双载，它有宣传说什么现成两人之类的吗？他跟我们说安全帽都不用戴了，他应该是没有跟我们讲现成机人。不过他确定可以双载，那椅垫超级长，是就是大概跟新。那你还记得你阿嬷那时候买多少钱吗？哦，好像买3万多块还是4万块，其实蛮贵的，其实不便宜。然后他也是一样在
家里面插那个110的插座来充电，知道？那 Toyota 这个其实相对来说就贵蛮多的啦，你都觉得三万块不便宜的话，它这台车的这个 C Plus Work S 的价格呢，在日本当地呢换算成台币大概是11.4万。哇，另外还有一个 Safety Support 版本的车型，换算成台币大概是11.6万。哦，这跟 MMBCU 买差不多价钱。这个，所以未来的是你可以考虑要买 MMBCU 还是买这个？这个怎么好像听起来有点贵啊？11.4万，如果我全部都叫计程车，我阿妈去巷口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时候，叫他搭计程车去，好像可以搭很久。太麻烦了吧？哦，对，等计程车。对不起，我们那个乡下地方也，你直接叫你阿妈叫富恩达。对不起，我们那个乡下也没有计程车，大家都叫那个白牌的。哦，那你住什么鬼地方？就台南新营啊！大家如果新营人在下面留言好不好？就不是一个热闹的地方。是，对对对对对，没错。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以目前是我们台湾的使用环境来说，确实还是有点尴尬。因为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基本的道路的人行道的交通建设盖的不是很好。对，你走出去，基本上你没有任何的人行道，或者是那个人行道常常走一走就消失不见。那你就要跟车子开在一起。那开车的人会觉得你这个老先生、老奶奶很危险。然后再加上台湾又都宣导说叫机车靠右边，那变成行人这种速度超慢的这种代步车，或者是真的行人，对，跟摩托车之间的速差其实还是蛮大。对，所以这一点真的是有一点点尴尬，就是台湾目前在这个可能台湾还没迈入这个超高龄化社会，或者是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政府不想做这件事情，这太麻烦了，这真的是有一点尴尬啦。对啊，所以就期待都未来可能到我们或目前的你都老了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舒服可以外出的环境。之后我们来看看本周热门新闻第一名吧。本周热门新闻第一名 SYM CU 家族新成员 CLBCU 现身噪音资料库。哇，这个是传说中 MMBCU 的后继车吗？不是，你不是要先无情攻上一波吗？哦，我知道，讲到 MMBCU， 刚刚好我今天穿 MMBCU 的 T 恤，太小了，你那个 logo 要转过去吗？可是我这样转过去，你要怎么超出画面？等一下，超出字数不好看，你不要这样。好了，我们现在这个翘班车手底下 NR 品牌呢有出全新的 MMBCU T 恤，所以如果你是 MMBCU 车主的话，哎，这么赞这么帅气的 T 恤一定要赶快买起来啦。是，好吧，虾皮连结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去看看。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 SYM 他们就最近啊，因为我在猜暑假要到了，对，所以他们开始有一些这种新车的资讯就开始在网络上，在这种政府单位的资料库里面现身。对，之前呢是我们有看到 FNX 它可能会换引擎，用跟这个 Jet SL 同一颗引擎。哇，这个水能引擎就是厉害了，这个 Jet SL 毕竟换。所以的应该会很蛮凶的，蛮凶的。但是呢 ，FNX 那颗引擎他们并没有要放弃，是他还是用这颗引擎，因为这颗引擎除了在 FNX 上面之外，还有在 Fido 也有上面也用、這個，是这颗气冷的二 V 引擎。那最近又有被抓出，出现了一台 CLBCU，那这台车呢，一样就是用跟 Fido 也有同样还有之前 FNX 这颗气冷二 V 的引擎。哦，所以等于他 FNX 换了水冷之后，他们推出一款新车也来对应，我觉得有点像是要补，对，因为你可能要补之前这个 FNX 这个位置、啊。嗯，了解。那我觉得这一台应该，因为你看到它后面是 CU 嘛，那就代表它跟这个 MBCU 是同一个家族的。对，因为那时候其实跟大家帮大家复习一下好了 ，SYM 现在有分为两大旗舰车系，一个就是 BT 车系，大家可以看到 DRG 啊、FNX 就是属于这个家族里面。那全新推出的 MMBCU 啊，它就是属于 CU 车系，对，它是主打那种跨界旅游吧，我记得。因为它我在猜它 CU 应该是从这个 cruising 的这个巡航的这种、哦、这个 crossover unique。哦，是这样，对对对对，还是 cross unique， 对，反正就是类似这种意味，然后它也同时也有代表一点点这种旅游啊、巡游的这种感觉，是是是，对，所以我在猜这台车会不会是这种比较缩小版的这种MMBCU， 对，有可能的感觉，对，那我必须要讲啊，我觉得 SYM 这几年的这个策略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啊，像是 DRG， 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去曼巴的试乘会，你真的讲曼巴还是讲 DRG？ 我讲曼巴的试乘会，你不觉得我们去曼巴的试乘会的时候，你会很难相信说那是一台用 DRG 的架构去改出来的车子嘛，那个感觉就是从里到外完全都不一样，并且它真的加大了很大它的置物空间，这一点真的蛮吸引人的。没错没错。那我也很期待说未来 SYM 在这个 CLBCU 上面，它如果还是走这种比较实用性，那同时呢，它又不会把车做得很像买菜车的话，那我觉得它就很加分。其实我还蛮好奇，它这一次这个架构，假设它真的是用目前现有的，比如说 FNX 啊，或者是这个 Fido 的架构来改的话，它到底可以做成什么样的外形，还蛮令人好奇。那再加上 MBCU 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外观上面它用了仿生，它用了蛇这个仿生的设计在里面，蛇的感觉。那它这一次会用什么？它用一样用蛇吗？还是会用别的动物来？好像动物已经快被他们用完了。它可以用那个啊，它可以用我跟你讲，它可以用马做法拉利的感觉，或者可以。
可以用牛做成 Lamborghini 的感觉，怎么样吧？用兔子，今年是兔年，要不要用兔子？不行，他这样年中初的时候，兔年都快过完了，所以用牛马感觉吧。啊，不然用青蛙做成911，这一段可以播。确实啊，就你不知道他会用什么动物，还蛮有。而且我发现，我那天在写这文章，我想到说，欸，他们家以前就蛮喜欢用动物的。你说你看以前有野狼嘛，对不对？嗯，然后一直到后面，你看最近有这个龙啊，然后有这些什么灵龟啊，然后有什么凤凰，对。所以我在猜他应该这次还会再找一个动物啦，但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事。好，那我们还是回归正题，再来聊动物园的话题。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颗引擎呢。其实这颗引擎，我们之前如果大家有骑过 Fido 或骑过 FNX，应该就还蛮熟悉的。好，那这颗引擎呢是使用这个 124.9cc 的 2V 气冷单缸，那最大马力在 Fido 上面的话，它是有 9.9HP 在7000转手爆发，那最大扭力呢就是 1.07 公斤米在5500转手爆发。对，那我记得当时这个引擎虽然它是气能引擎，然后动力数据也算是中规中矩，不过我觉得 SOM 这几年他们的传动调教一直都是走比较带劲、比较油感一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如果你在都会骑乘的话，只要你油门稍微，反正你油门敢开的话，它基本上你要在红灯起步的时候就是冲第一，我觉得都不太是问题。对对，那如果以我们过去 MBCU 它是比较跑旅车的这种设定的话，对，我在猜 CUBCU 它如果也是走同样的风格，那这颗引擎其实在长途的这不管油耗或者是动力啊，或者是骑乘这个架构骑乘起来的这种感受，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喜欢，因为我们之前骑过 Fido 125，我们骑还蛮远的，我们去北海岸嘛，我台北走北海岸到基隆，然后再从基隆走那个汐止那边嘛，哦，对，是不是还被拍了一张测速照？对对对，你还被拍了一张测速照相。而且我觉得我那天这样骑，我们那天还带什么摄影包什么？对对对。我记得我骑完之后，因为我去程的时候我骑 Fido， 对，回来之后我骑你的 G 妹，我骑你 G 妹回来之后，我觉得那 G 妹超坐垫超难坐，超不舒服。哎，我那个是改的硬的运动车款，就是相对起来，这车真的是舒服很多。对啦，的确是这样。那你如果真的要骑这车，虽然说125很应该，你如果真的要骑长途，应该不太很多人会选125。你有150或你有更大排量车，你会骑那车出门。嗯，但你真的要骑这车去环岛或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对，那我觉得就除了你讲它引擎动力调。非常天真，就还是呼应我刚刚讲的，我真的很期待 SOM 会在全新的车款上面带给我们什么惊喜，不管是实用性的部分或是外形的部分。而且毕竟他们这个会是比较旗舰 ，CU 是比较旗舰等级的车。好，所以我觉得 SOM 再来应该会有蛮多款新车，可能会在今年的夏天的时候推出。因为你看，相较于他们过去两年，他们很积极推出新车，在2023年，我觉得 SOM 脚步好像有一点点放缓了一些。对，不过我们还是一直都可以看到，像是一些国家的资料啊、环保署的资料啊，还是车型认证的资料，都有一些 SOM 最新的消息推出。所以我觉得非常期待，我觉得应该是会在你刚刚讲暑假的期间。对，我觉得暑假今年目前到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大概就是 CLBCU 跟改的水冷的 FNX。对，应该说这两款车会出现啦，不过时间点什么我们是猜测在暑假。那不知道你期待 SOM 推出什么样的车款呢？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哦。那以上就是我们本周三则热门新闻，请持续锁定我们 Super Motorway 的频道，下次见，拜拜，拜拜。